首先，如果是已经超过60周岁的人，那么分两种情况。第一种，他是已经在享受退休的待遇的人员，那他肯定是没有去参加工伤保险的。这样的人员其实不属于因工，因为他不属于劳动者。那么还有一种人员，达到60周岁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，但他没有领取养老待遇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养老金的。那么这样的超龄人员未享受待遇的人员，在其他公司里面工作，我们其实可以缴纳单独的工伤保险。那对于缴纳单独工伤保险的人，出现了这种疑似工伤的事故，比如说工亡也好，或者工伤事故也好，那么认定下来是工伤的，按照正常劳动者的工伤流程走，工亡的按工亡流程走。如果按照新闻报道的情况确实是60周岁了，那他本身就不属于劳动者的范畴了。那么如果没有交过工伤保险的，他本身就不可能认定为工伤的。那如果是第一种情况，他又参加了商业保险的，那只能按照商业保险走。不管是发生什么，就哪怕真的是劳动年龄内的人出现了在工位上的工亡的情况，你也不能直接武断的说他一定是工亡，或者一定是跟单位没有关系，肯定是要去做工伤认定的。We'll be right back.